欢迎收看金康实验室，又不同拍了，哇！欢迎收看金康实验室。我是叔叔屌，我是吴尊，我是制造杨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麦当劳全餐点大胃王。我们今天准备15份餐点，3份儿童餐，4份单点，6份冰品，花了3114元。我们总共呢有沙拉起司猪中薯培根牛沙拉青皮鸡沙西虾堡儿童鱼拆瓶什么儿童鸡蛋，我在念词啊，五言绝句是不是？哎呀，红豆玉米鸡辣鸡翅苹果派，苹果派。圣诞巧克力，然后呢有甜点，然后还中沙沙沙沙沙沙沙，把这桌上这些了。哈，那如果不想吃怎么办？有卡片，召唤卡，召唤卡就可以指定一位神兽帮你吃掉你所抽到的餐点。神兽很胖。哎，看到你看我的经纪人啊，摄影大哥啦，制作人啦，制作人怎么走了？制作人怎么走了？假货卡。你抽到了这份餐点，你不想吃，可以指定其他两位其中一个人联名卡。我忽然觉得，这个汉堡我不想一个人把它吃完，就用联名卡。没错，一半他就要帮你吃。重抽卡就是可以重抽，但你还是得吃。说不定你现在抽到这个，然后你重抽你可以抽那个什么牛奶餐，儿童餐有可能是，很有可能。一人抽一个，今天全部吃什么？花茶花圣诞，我就是要抽这个啊！好吗？哇靠！好好，我记，哎呦。它鸡块里面有蔬菜，但是你要带这个吃。儿童餐附的玩具。对。哇，麦克风。My name is Optimus Prime。哇。好了，割别放边，不要再拖，不要拖上立冬了。哈哈哈哈哈。是，鸡腿。我说医生，我那个胃有60%的溃疡，还没有好，有什么建议吗？他说，好好享受接下来的人生。好，耶！培根牛肉堡，猪牛肉，我要使用嫁祸卡，我要嫁祸给吴尊。啊？为什么嫁祸给我？我知道你喜欢吃牛啊，你自己说的啊，你最喜欢吃那个东西不是吗？两个餐呢？这个我一定要使用卡，我他妈一个人要吃两个，你让我把珍珍叫出来帮我吃一半。哎呦，我请一个人帮我吃，自作自受。他妈的，我还要再收一次，我他妈要吃3份啊！你有没有刷波六啊？我跟你讲，这一集抽到后面都是消音的。劲辣鸡腿堡餐，我不敢吃辣啊！来，王爷，看，我是王爷，我可以帮你吃薯条。那你要夸奖我几句啊？你好美哦，你好漂亮哦。我知道了，叫经纪人帮你负责一份啊。对，他早上还能来早上给你，他明天知道今天要录什么。还是你的经纪人？请问你今天早上存何居心？他有时候会不固定吃早餐，所以就帮我买了一份早餐。那你不知道今天中午要录大胃王？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多。哇塞！直接打开。谢谢经纪人。谢谢经纪人。芝麻圣代。哇塞！吃一个套餐，就吃冰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真实了，对不起。不公平啦、啊！我要使用嫁祸卡，嫁祸给他。太幸运了。那中间那片鱼我帮你吃。召唤卡。你要啊？你不要这么恶心，你超恶心。是啊，我看到更可怕的东西。什么纳豆粽？为什么每次都是纳豆？加入纳豆。哇塞，纳豆汉堡哎。哦。好烂。我靠，好很烂，超恶。好臭啊！肚皮撑眼皮就这位沈天啊。我有点职业倦怠。杨子吃的很开心，把他给那施原谅。哈我刚觉得我爷爷在摸我的脸。啊，这么夸张？我觉得他要把我带走。不是吗？对，我要薯条啊。对，而且你要半包。对哦，你要饮料已经被挑走了。哇，没了。你就干吃了。你家公司提醒你还有半包薯条。乖孙啊，你给我半包薯条。没加。大家好，我是吴尊，我不是小林尊。我戴了小林眼镜，但不代表我是小林尊。我把牙洗。你只吃了一个冰旋风，一个咖啡，就吃很少，就那一些而已。可是都不错。我先帮你们抽了，先。快点。
吃这个甘薯条，吃快一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蚕豆味，甘薯条蚕豆的蚕豆味，对，蚕豆。这梗好好笑，难怪我这个冰淇淋王有蚕豆味。直播了，你真的来直播不是帮我们吃啊？对啊，你又不帮的观众大家好。哎、欸，我突然发现你是 iPhone 7吗？ iPhone 7有主题曲吗？怎么唱？哦、OK， 还蛮强的耶。有得分吗？有。这个一定要剪到预告里面。得分他帮你吃冰旋风，我都吃完了，啊、你还讲这句话？那你吃薯条，可以啊。好，空。因为你得分啊，因为你得分啊，清空，耶，清空。